在台南市长黄伟哲陪同下，总统赖清德现身麻豆代天府，这回台风南部首当其冲，他到公庙参香为台湾祈福。芙蓉太平跟别屏东的看灾，台风环流跟低气压的影响，在金山万里造成灾情，所以我把百货天地没拿在，我马上去看灾。赖清德心系新北，尤其老家万里因为暴雨成灾，他预告周日将亲自前往看灾。台风发生多处淹水，赖清德也强调明年治水要增加预算。因为咱每年中央政府总预算，地水洪灾方面比较今年加增加159亿，总金额到551亿新台币。要来帮忙各县市政府来因应风灾地震带来各种的灾害。但前一天蓝白才再度联手封杀总预算，还被政治工作者周深发现，其中就包括国民党淡水三支立委洪孟楷、金山万里立委廖先祥以及基隆市立委林佩祥，批评三人都投下变相封杀总预算的赞成票。阿妈希望立法院无分朝野、无分党派，关系到人民生命、财产安全的中央政府总预算，会当打一支心沙。赖清德喊话不分党派早日审查总预算，才能将经费挹注为人民谋福祉，也在灾害发生时让伤害降到最低。民新闻综合报道。